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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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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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接续下午的主题，念佛的利益，我们依然引用第十八愿讲话里面的相关内容，同时也加以补充解释。这句名号，释迦牟尼佛说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的名号，表示念这句名号同样也能够得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现在呢，对我们人生来讲，无量无边啊，无穷无尽啊，高深广大啦，当然对我们来讲很盼望啊，稀有难得的。不过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不用那么多啊，不用那么多，把它归纳起来啊，归纳起来的话呢，就是有两种利益。哪两种利益呢？这个有一个名词叫做现当二义。现就是现义，当呢就是当义，现义跟当义这两种。那所谓现义，这个现就指现世的、现生的本人，念佛人他本身还活生生的活在这个世间这一段期间，叫做现义。现世、现生、现在，他本身的利益啊，他的生活上、他的这一生上种种的利益，这都属于现义。当是指当来、将来的意思，也就是指死后啊，临终之后。念佛人临终死后有什么利益呢？可以直接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直接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就就近的快速的成佛，同时能够倒驾慈航到娑婆世界来啦，或者是他方世界、十方世界去广度十方众生，这是指当来的利益。那么念佛功德无量无边，利益是无穷无尽，如果归纳成这现当二义的话，应该就够了吧，各位莲友，对不对？当然在这两种利益当中，如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话，也就是两个不能同时拥有的话，那么宁可有当来的利益，将来离开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的利益。为什么呢？人生啊，释迦牟尼佛形容为苦海，说哎呀，六道是苦海，那么这个苦海呢是
无边，苦海无边，地球上的海还有一个边，那么人生的苦却是没有一个边，那表示是生死轮回。所以说六道轮回犹如苦海，既深且广，无穷无尽，没有一个边际。今生今世都已经很苦了，为了还有一个轮回，还有一个下辈子，那岂不是这一个苦却要无穷无尽的延续下去吗？所以有一句话说，宁可来生胜今生，不可今生胜来生。因为轮回没有离开的话，轮回不解脱的话，那难免会堕落三恶道。一旦堕落三恶道的话，什么时候再生而为人，什么时候再遇到佛法，尤其是遇到这个净土法门，现身可以解脱，已是可以圆满的。所以现身的利益再怎么殊胜，毕竟只是几十年而已，都是有限的，都是有尽的，一眨眼便过去了，所谓过眼成空，从此不在。如果能够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那么利益是无穷无尽的。不过呢，念佛本身就是能够获得现当二义的，不只是有现在的利益没有未来的利益，也不只是有未来的利益没有现在的利益。虽然说利益利益，但是对我们学佛人来讲呢，总有一个观念，也就是以佛教的价值观来看世间，那个价值就是要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也就是说一个学佛的人，他重视内心的世界，重视未来的解脱，对于身外之物，名啦、利啦、权势啦、地位啦、豪华的享受啦，比较不重视，重视内心的世界。只要内心能够知足，就能够快乐，就能够安贫乐道，以道为乐。人生最基本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有四个，就是要有吃的，要有穿的，要有住的，要有医疗的费用。一个人这四样最基本的如果够了，他是可以一辈子活得很安稳的，除非他不满足于这四样，他还要想去追求更多的更好的，或者是自己的兴趣非常的多，要收藏这个收藏那个。不然的话，一个人有这四样有得吃，你再吃怎么样的多，再吃怎么样的好，过了这个喉咙就没有味道了。再怎么样的希望有豪华的住宅，但是睡也只不过是那两三尺宽几尺长而已，何况心内心追求的东西太多，往往患得患失，再怎么样的豪华的床铺都睡不安稳。那如果能够知足的话，即使睡在桥下都满足快乐，不满足的话出生在天堂也是不满足不快乐。现在呢，每个国家都在强调国民这个快乐的指数有多少那这个快乐的指数不是用
外面有形的身外之物来衡量的，是从内心来衡量的。你知足就快乐，快乐只是就升高，那不知足的话，你即使身为皇帝还是不快乐啊。所以学佛的人啊，以释迦牟尼佛来看世间，就安贫乐道，知足常乐。而且呢，往往人在富贵当中会迷失，所谓迷失了之后呢，就会造这个乐中的罪业，那这样的话反而荣华富贵过于快乐，会迷失自己，使自己就造罪造恶啦。何况世间再怎么样的福报广大，也都是如梦如幻，《金刚经》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我们应该呢做如是观，何况我们生的时候没有带什么东西来，死的时候也不能带什么东西去，所以我们呢有得吃，有得穿，有得住，生病的时候有医疗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应该满足了。当然在马来西亚没有健康保险，在台湾是有健康保险的，生病了到医院去看医生呢还是要缴钱，但是缴一些很基本的啊，大部分呢都是政府缴纳，那么自己平常每一个月呢就是交一点啊这个健保费，这个也是一种医疗的福利啦。有一句话说，苦是入道因缘，往往一个人受到某一种刺激不如意，会让他去反省，反省他的人生一路走过来的，真的让他那么执着放不下吗？是不是要转一个方向？所谓这个逆境就是转机。何况我们佛教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是身为国王，是全国的第一的，因为他是太子的身份，将来是要当国王的，可是呢他毅然决然的舍去了王位，所谓去国捐王，绝去财色，世间最高的荣华富贵他无一不有，样样都有，但是他呢全部抛掉，没有一样不抛掉的，去过一个三一一波的生活。三一波的生活表示简单，很生活，很朴素，基本上有了之外，他不会另外去更加追求，因为他认识到有比这个更富贵更尊荣的。当然我们都凡夫啦，也不用啊高谈阔论什么安贫乐道啦，知足常乐啦，这虽然是三宝弟子应该有的基本观念，可是如果一个人连三餐都没办法过，有一餐没一餐的，甚至呢房贷缴不出来，生意入不敷出，年年都在亏本，那么要他学佛有可能吗？他也无心学佛，因为他没有那个闲暇，他必须忙于他的事业。所以往往一个人能够学佛呢，他既不是很富有，也不是很贫困，太过富有，刚刚讲的一方面太忙也容易迷失，迷失当中会造乐中之罪，那么太过于贫困，整天都在动脑筋怎么样才能够赚钱维持家计，哪还有精神时间学佛呢？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虔诚的专一的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存在心中，时刻的念在嘴上，自然呢就能够获得现当二义。
这现当恶意当中现身的利益是必然有的，现身的福报是必然有的。那么这两种利益有根本跟痴梦，当来的利益是根本性的，那现在的福乐利益是附带的，附带的也是必然会有的。善导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观念法门》当中说，称念阿弥陀佛，愿往生者现生即得，延年转寿，不遭九恒之难。善导大师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念佛人能够有五种增上利益的因缘，所以才能够有延年转寿，不遭九恒之难的这一些灾难。所谓五种增上利益因缘，也就是五种增上缘。善导大师在观念法门里面就说，念佛的人啊，能够得到五种增上缘。第一，能够得到灭罪的增上缘，灭除我们的罪业；第二，能够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得到长命啊，健康长寿的意思；第三，见佛，不是现在见佛，就是临终见佛啊，因为临终阿弥陀一定现前的；第四，能够得到色声增上缘，色声就是将来阿弥陀佛亲自的、主动的、欢喜的带领清净大海众菩萨浩浩荡荡来迎接念佛人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就是念佛人自自然然能够得到色声增上缘。第五，正声增上缘，也就是一个念佛人念佛必定往生，这不只是释迦阿弥陀佛的本愿，也是释迦牟尼佛的诚实之言。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介绍，同时也是十方诸佛的证明，所以十方诸佛都证明念佛人必定往生极乐世界，而且十方诸佛都护念念佛人，护就是保护，念就是心中怀念想念对方，有十方诸佛保护我们，想我们，念我们，这样的利益都是来自于我们只要念佛。因此呢，能够现身延年转寿，不遭九恒之难。延年跟转寿的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一般讲的消灾延寿。一个念佛的人能够消灾延寿，消九恒之难的灾难，避免九种横难，能够延年啊转寿。所谓的不遭九恒之难，这个恒是什么意思呢？横难是表示它是没有来由的，没有来由的，是意外的，不是正常发生的，这个叫做横啊。所谓横难或横病，九横啊，就是有九种啊，九种的横难。第一种叫横病，横病就是突然间生病，或者是所生的病呢，却是医生查不出来的，不应该有的。第二，就是横有口舌，也就是说，无因无故被人家诽谤。有一句话说，有求全之悔，有无妄之灾。这个口舌，就是无妄之灾啦，就是求全之悔啦。再来第三，就是横遭官难，也就是说遇到官司不容易解决啊，而这个官司呢也是意外的，我们不应该有的。第四就是鬼神得变，也就是说
受到鬼神来干扰来搅乱，使我们身体不健康，或者是家庭不美满，或者是事业不能发展，或者是凡事都无形中好像有一种阻拦，使我们呢事事不能如意，这叫鬼神得变。第五呢就是被抢劫啊，第六就是水火之难，水灾火灾，第七就是被禽兽吃掉。到动物园啊，去游逛看动物，无因无缘的被狮子所吃，被老虎所咬，这就被禽兽所吃了啊。第八，扶苏厌倒，就遭受人家画符咒来陷害我们。第九，就汤药不顺，有病，什么病吃什么药，对症之药就能够药到病除，可是他偏偏呢吃起来没有效果，反而呢没大病，吃了那个药导致大病一场。这一些九种的意外啊，叫做九横之难。这九横只不过是概括来讲的，人生在世所可能遇到的灾难是非常多的。譬如说台湾十几年前有921地震，死了好几千人，那么今年过年的时候南部也突然间地震，有的楼层倒塌，有的楼层歪掉，死了一两百人，那重伤的也有一些。此外啊，在台湾因为是地震地区，也是台风地区啊，所以水灾火灾风灾啊，那其实这种灾难一些国家都有，像几年前的南洋海啸啊，突然间一刹那之间就死了多少人。那我们马来西亚是几年前啊有两次空难吧，那现在还查不到原因啊，那这岂不是横难吗？那如果是一个念佛的人，这一些不必特别的祈祷啊，因为也不知道会有什么灾难啊，但是都会避免的，无形中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再说所谓的横难啊，无来有的，意外的，不应该有而有的，其实都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因为前辈子如果没有那一个因，这一辈子不可能有这样的果。所以佛陀有一首偈，这一首偈可以说是一种对我们人生命运断定而且很准确的偈语。佛陀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我们想知道过去世我们是播种什么的善啦、恶啦啊，我们想知道的话，就看我们这一辈子所受的，因为过去世已经过去，我们都忘记了，昨天的事情今天都忘了一大半以上，何况是过去世呢？但是我们就检讨我们这一辈子所受的苦乐祸福啊，穷通得失，幸与不幸，美好不美好，就晓得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人。同样的，预知未来果，今生做的事，做者是打算盘算一算，我们这一辈子善有多少，恶有多少，那么我们未来世的命运就不必问算命的，算命的也算不出来，我们就可以自己打算盘来算。所以学佛的人，学佛的人首先要随缘消旧业，更莫招新殃啊。同时呢，
凡事要逆来顺受，不可以牙还牙。为什么呢？天下没有偶然的，没有无因之果的，我们这一辈子所受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带来的，所以责任在我们自己，不应该归咎别人，认为他无理由的来害我，导致我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学佛的人凡事都是以这个平心顺受啊来接受了，安然顺受，这样呢就能够消自己的业障。不然如果生意亏损了，东西被偷了，做事不顺了，或者是被人家欺负了，被人家污秽了，心里呢就很不平不满，一定要去说清楚啊，一定要记在心中，有一天非得报复不可。那这样的话呢，过去是我们的罪业不能够消，反而呢又增加了一个罪业进去了，那这样岂不是没有消除反而在累积吗？所以佛陀告诉我们学佛啊，首先要这样的认命啊，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同时能够去恶行善，最好更加念佛，这样的话呢自自然然不知不觉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学佛的人最基本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要有那一手记的观念，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要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所以当婆婆的不能欺负媳妇，不能对媳妇认为她是外来的，她是我的下辈，她理所当然的应该对家庭操劳奉献，应该把她看成自己的女儿。那当媳妇的也是一样，把婆婆看成自己的母亲，对婆婆的这个唠叨我们呢要去忍耐的接受，不要认为婆婆是唠叨，婆婆是关心我们疼爱我们，只是她个性这样而已，多几句话，所以我们呢不必跟她计较，不就过去了吗？那么媳妇也是一样，毕竟不是自己从小带大的，从外而来，有她的生长背景，还有她的这个个性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彼此呢包容啊，互相包容，彼此接纳。尤其是学佛的人，他呢随忍辱，还有学佛的悲心啊，他心中不记恨啊，不记恨，也不会幸灾乐祸，反而呢会加恩给人啊。打一个譬喻，有一个人他得罪我们，欺负我们，谩骂我们，学佛的人会记恨吗？不会的，他假借这个消自己的业障，假借这个来让自己的忍辱度能够成长，成长自己的忍辱忍耐啊，所谓戒静练心，所以他不记恨啊，也不会想将来要去报复啊。不过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都凡夫有我执，让人家赞美几句一定心里很快乐啊，沾沾自喜，被人家批评的话心中很痛苦，甚至呢睡觉的时候辗转难眠啊。说不计较不记恨很难，但是就是要培养啊，这个是忍耐。那假设害我骂我们的人他有一天发生车祸，我们会不会幸灾乐祸啊？一般人会幸灾乐祸，那是一般人。那随佛的人呢？随佛大悲心嘛，弥陀阿弥陀佛如何爱我，我便如何爱人，弥陀如何为我，我便如何为人，不但
不记恨，同时呢也不幸灾乐祸啊。这个人住进医院了，还带着一篮苹果去探望他啊，安慰他。对方没有医药费，自己还掏腰包为他付医药费。这个就是恩德。那我们学佛的人，一方面不记恨，也不幸灾乐祸，反而要行布施，要广结这个善缘。这样的话，过去的冤孽消了，而且功德也增长了，自己的德行都增长了。学佛不管谁圣道门谁净土门，都要有这个观念，有这个观念。虽然有这个观念要做到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但有观念做到都已经不容易，何况连一点观念都没有，更不会去做了啊。所以我们就随佛嘛，随佛是什么啊？我们在随佛的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就一点一点一滴的去学。只要专一念佛，虔诚念佛，刚刚讲的那一些灾难都会不知不觉的擦身而过。也就是说，共业当中会成为不共业。譬如说地震来了，我们一个念佛的人不会受灾难的，其他的人因为地震而丧失了生命的，自己却能够最终呢获得救度起来。这一次台湾过年的时候，整个楼层倒塌了，有一个人被埋在地底下那个时候呢，他想到哎呀，我自己即将没命了，怎么办？就专念佛吧。他就专一念佛，不是不准，他自己就睡着了，还是昏睡了经过50几个小时才被人家救起来。那么在50个小时当中，他因为昏睡嘛，所以心中呢也不恐惧，也不慌乱，也不焦急，就这样的安然度过，最后被救起来。这个报纸都有报出来，所以他那个人在医院，那台南市的市长去看他，他一直跟台南市的市长讲说念佛好，念佛好，有灾难一定要念佛。英光大师又讲一段话说，须知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得世间福报，譬如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等。若求世间福报，不肯回向往生弥陀净土，所得福报反为下列，而心不专一，往生更难决定。这里所讲的真能念佛，不求世间福报而自得世间福报，也就是说念佛能够获得世间上的种种的福报，虽然自己不知道或没有特别去祈求，可是我们由于念佛的关系，就能够天性自然的不求自得的会有这一些世间的福报。在这里印光大师是举出5点，也就是说能够长寿无病，家门清泰，子孙发达，诸缘如意，万事吉祥如果论世间的福报的话呢，一般人所认定的自古以来就有五福，所谓五福临门这五福五种的世间的福报，就是第一长寿，第二健康，第三富有，第四高贵，第五子孙发达或者是呢能够得到善终，死的时候能够没有病，或者是少病少恼的顺利安然的，或者是如同睡眠一样的那样善终。
那么这几样呢，如果我们能够专一念佛，便能够自自然然的得到。所以专一念佛的人，虔诚老实念佛的人，往往活得怎么样呢？比较长寿，而且健康，一些灾难无形之中就会被消除掉，一些好事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能够得到，比如说贵人出现啦，或者是呢，无形之中好像暗暗之中有神明来帮助那样。那临终的时候呢，往往也能够预知时至啦，顺利安然庄严的来往生极乐世界啊，不会说在医院里面大支管小支管插满了全身啊，同时呢很痛苦的啊，很那个不成人形的就这样折磨而死。我们念佛人啊，希望能够一直识字，对不对？各位莲友，对不对？大家都希望一直识字嘛。那一直识字必须要有什么呢？有条件。什么条件呢？我有写了一两首寄语啊。第一首啊，念佛愿生必往生，平生业成光色护。临命终时佛现前，莲花接引生净土。也就是说，我们只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愿生南无阿弥陀佛的净土，那就必定往生。所以说念佛愿生必往生，平生业成光色护，而且是平生业成。平生业成是说还活着在这个世间，可是呢，将来必定往生，往生的这个业因已经圆满了，所以说平生业成光色护。为什么呢？念佛的人，阿弥陀的佛光永远都保护着他，就像我们佛像两边的经文所写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也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啊！无所障碍的遍照光明，它的目的在哪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在于对念佛的人摄取不舍。这个摄取简单讲就是救护、救度他、保护他。也就是说对于念佛的人，阿弥陀佛现在以光明照耀着他啊，以佛眼看着他，等待着他，时间一到就把他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不舍，永远不会舍弃他、忘记他或者是讨厌他，不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念佛人必定往生？那从因来讲，这个果岂不是我们现在就往生决定了，平生业成了，还没有离开轮回，已经不是轮回的凡夫，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圣众之一了啊，对不对？摄取不舍嘛。所以这个摄取不舍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安慰的，非常欢喜的。所以念佛愿生必往生，平生业成光色护。临命终时佛现前，当我们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现前。就像阿弥陀经所讲的，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阿弥陀佛亲自来到你的面前迎接你，莲花接引生净土，带着莲花来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这一朵莲花是成佛的莲花啊，到了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生。在往生论就说了，
如来净化众正觉化化生，也就是说阿弥陀如来极乐世界所有圣众都是阿弥陀佛的正觉莲花所生的，那么正觉的莲花所生的那必定成正觉，好像国王所生的是龙种啊，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那如果不是国王所生的可以吗？那就不行啊。所以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这个莲花是正觉啊，正觉花，正觉就是佛，是佛的花，所以佛的花所生的那不成佛成什么啊？菩提莲花上榜上有名，在其中有一个念佛人去给人家算命，对方就写出来了，哎呀你的命格啊就是这样，菩提莲花上榜上有名在其中。对方这个算命的他也不是随佛的人，他是依照命书去写的，那命书就有这一条条文，这一个人就是合乎这样的，那么那个人就是念佛人。所以不只是经上有这样的证明，你看连世俗的一些算命的书也有。所以说念佛愿生必往生，为什么呢？因为是平生业成。为什么平生业成呢？因为光明色无不舍，而且呢阿弥陀经也保证说你命中时阿弥陀现其现在其前莲花现生净土。那这样说起来要预知识字说有条件，其实也没有条件，只要念佛嘛。那么第二首偈之预知识字常念佛，心性柔和不计较，静默无争不多话，安分守己不多事。我们要预知识字要常常念佛，把念佛养成一种习惯性，所以习惯就动不动都是念佛睡觉的时候也是躺着念佛，让他自然睡着，一张开眼睛不知不觉心中也是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浮现出来，起床脚步踏出去也是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做事也是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动脑筋的时候那走路也是一步一步的南无阿弥陀佛，那开车坐车也是一样南无阿弥陀佛，养成习惯养成。所以一直时要常常念佛，同时呢心性柔和不计较，个性比较柔和，不是很刚硬刚犟凡事都不想认输都不想吃亏，都一定要争一个理这样的话呢就是心性不柔和。我们要心性柔和，凡事肯吃亏不计较，静默无争不多话，培养一种没事的时候只有念佛，不想讲一些闲言杂语就养成一种静默，静默的心性，养成一种无争无争的个性，安分守己不多事，安于自己的本分，除了自己本分之外的事情我们不用去攀援所以说预知识字常念佛，心性柔和不计较，静默无争不多话，安分守己不多事那这样讲没有条件也有条件是的，往生只要念佛，可是我们又要求预知识字，求这个善终那就养成这样的个性不然你虽然勤于念佛常常念佛，可是个性很刚硬凡事呢都记挂在心中，不能够所谓的安然顺受逆来顺受，不能够柔和，这样的话会导致心中怎么呢？一直在回想人家对我们的种种
就会在那里攀缘，想这个想那个。那如果养成那种个性，哎呀，不管他这个世间的是是非非啊，总会有的，不管他就没有。所以心性柔和，他不会去计较，静默无争不多发，安稳守己不多事，这样往往能够预知时至，顺利安然的往生极乐世界。当然一个念佛的人始终会往生，因为阿弥陀佛在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会来迎接我们。可是我们如果个性刚硬啊，个性刚硬的话，临终的时候比较会有痛苦，甚至还没有断气，身体就已经硬邦邦了。那你是愿生极乐世界也专一念佛，阿弥陀佛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所以他一定会来迎接。可是由于我们个性刚硬，凡事计较，心中常常不平不满啊，这个也不顺眼，那个也不满意，那这样自己不苦吗？苦啊。那么第三首句子是说，若常念佛心自净，心净自然性调柔，性柔自然不计较，多话多事不相应。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常常的念佛，不知不觉会转化这个心性，这个心呢就比较能够寂静下来，心静自然性调柔，心如果时常平静平和啊，就会调柔，就会无争哦。啊，性柔自然不计较，一个性情谦卑柔和很调柔的人，他呢自自然然比较不会去计较，计较是非，计较长短，多话多事不相应，那个时候要多话多事对他来讲不相应的。以前他没有随佛念佛的时候呢，啊，一有空闲就会打电话跟人家闲聊，都会到处攀缘，不然会觉得哎呀孤独无聊。自从念佛有了极静的体会，他会觉得哎呀好欢喜呀，好喜悦呀，好清安呐，不会无聊的，不会孤独的。所以常常念佛啊，常常念佛，那最好是早上起来就静坐念佛。我常讲一天的生活从念佛开始啊，那么一天的念佛从静坐念佛开始。为什么呢？因为静坐下来，不管你盘腿也好，不盘腿也好，总之心没有动乱，身体没有动乱，身体没有动乱，心就寂静。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有三静，那三静呢，心比较寂静，空气比较清静，环境比较安静。心比较寂静，是因为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前天的不愉快，或种种事情就沉淀下来的，所以这个心，心中无事就是静，啊，所以心中比较寂静。以这个寂静的心来念佛，特别有滋味，啊，特别有滋味，特别有寂静的这个感受，有清安的感受，有这一种感受，这一种体会，把这一种感受体会，把它保存着，保存着。如果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以前会不平不满，现在呢就会淡然处之，就平常心看待，这岂不是气质就在转化啊？个性在转化，面貌也会转化，前途也会转化。所以根源还是来自要常常念佛，何况念佛能消业障，业障消失，智慧就会增长。念佛有弥陀保护，会逢凶化吉，意乱成祥，收入平安。所以一个学佛念佛的人要培养三种心，要真心，要直心，要菩心，所以凡事就是真心直心，不拐弯抹角，要菩心，很淳朴的，要老实，要守愚，要无争的念佛。我们常讲要老实念佛，要守愚念佛，要无争念佛，
把自己当作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愚痴的人，我不会跟人家争论，所以我只有安于自己的本分来老实念佛。所以我们念佛人啊，要有这一些观念，这样的话就能够呢欲知实质顺利安然。有关欲知实质往生的事迹是非常的多很多，现在要在这里引用呢时间呢也不够，不过呢只要大家常常回来有共修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师父就会利用时间利用机缘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呢还是讲几件啦。三十年前就198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詹义正先生，他那个时候是当这个高雄圆山大饭店的处长。他的母亲是出家人，有一天这个出家的母亲突然间来找他啊，那么他就问了师父，你有什么事情没有？他说没事，天热想喝茶啊，那就泡茶给他喝。之后呢，他的母亲就写一个字问他说，哎呀这个字怎么读啊？他写什么字呢？写一个欠字，上面是草字头，下面一个西，西方极乐世界的西啊，这个字怎么读啊？欠嘛啊，就这个字问他。那詹次长呢还去查字典啊，跟他母亲说啊，这个字读欠。在这之前，本来詹处长原来计划19号要移居到美国的，可是某种事情延宕，所以延到21号。那么结果他的母亲在哪一天往生啊？各位莲友哪一天往生啊？这个欠怎么写？一横，然后叫20号下面一个西，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他妈妈没有直讲，用暗示的说这个字怎么读啊？结果他妈妈在20号往生啊，因此他这个詹处长就再度延期，一直到完全办妥的丧葬事宜之后才到美国。反观这一件事情，他的母亲事先用这个欠字来暗示将于20号往生西方，可是詹次长没有意会到，又本来决定19号移居美国，却因为突然间有事情延长2天。那延长2天刚好遇到他母亲前一天往生，于是又再度延长，一直到母亲后事办完才移民美国。不然如果他19号移民美国的，糟糕，20号母亲往生还要赶回来也来不及。那如果21号这个到美国去了，可是他母亲20号往生啊，还是要赶回来，所以就表示他母亲是预知时至的啊。那么这种日期的安排也是很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知时至的对象。这是讲詹处长的母亲。再来也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居士叫做黄朝忠，他也是在高雄，他本身也是有学佛，那他的母亲是透过他啊，他的引导，他母亲才念佛的。那么在1985年正月啊16号的早上7点的时候，他的母亲没有病痛之下
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正月十六号。可是十五号的晚上，他的母亲突然间来到他的房间，坐在沙发上，这是很少见的，因为他母亲平常都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屋檐下，但从来也没有进到他们房间，因为总之常常天天见面嘛。那他就问他母亲说，妈妈有什么事没有？妈妈笑笑的说，没事情、哦、一样的没事，只是来坐坐而已、哦、来坐坐、哦、那隔天早上七点就往生了。所以这一回想，哎，昨天妈妈、哦、依恋的他来他房间坐坐，做最后的告别了。他妈妈其实从小就坚持吃早斋，早上都吃斋，还有初一十五也吃全素，但是学佛念佛是这个房居士引导的，也只不过是六七年之久而已。那么房居士平常就问他的妈妈说，你有没有念佛啊？啊，他的妈妈就说，有有，我心中念佛。他是这样的，心中念佛，很少看他口中念佛，但是呢，他也这样预知实质的顺利安然无病无苦无恼的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呢，都可以作为一种证明了。那这两个老人家平常心都是比较柔顺的无争的，那么每一次也都会常念佛的，有这一种因自然就有这一种果，念佛的利益很多。今天所讲的大部分都是跟自己啊切身的利益啊。那其实念佛，印光大师讲，不求世间福报，自得自世间福报。譬如说家门清泰啊，我们一个人在家念佛，儿孙出外就能够平安啊，甚至父母念佛，儿子女儿他的学业也会进步，考试也会考到理想的学校，虽然没有特别的祈求啊，甚至自己念佛自自然然就会超度父母，超度儿孙，不管自己的父母死了堕落在哪里，是阴间恶鬼还是地狱，我们念佛阿弥陀佛就放光，把我们堕落地狱的父母祖先救到极乐世界去。那么婴儿也是一样，有流胎有堕胎啊，有小产的，自自然然阿弥陀佛也会把我们无缘的孩子救到极乐世界去。这最近台南啊，台南有一位妇女，她呢是两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三月间怀孕了，是第二胎啊。那她很高兴啊，怀第二胎，哎，那么也就很保护的期待这个第二胎的婴儿降临世间。所以该产检的时候他都会定期去产检，可是呢到六月份定期产检的时候，医生发现，哎呀，你这个孩子啊在胎子里面啊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啊，这个要小产，就是把它拿掉。那是很无奈很悲苦的啊，孩子被拿掉了，做母亲的他说那个时候几乎天天以泪洗面，
我们用水洗遍，他用泪洗遍，可见他的伤心啊。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无常。那么到了2015年4月份的时候，他的公公生病，住在医院。那到医院去照顾的都是轮流，轮流。有一天晚上轮流他到医院照顾。那么在医院里面啊，这个病房虽然有几个床铺，可是只有他公公一个人啊，还有就是他照顾的人两个而已。所以到了半夜，不知不觉感觉到整个病房很阴森啊，很可怕。尤其是居然听到隔壁的床铺咕噜咕噜咕噜，好像在移动床铺的声音，他真的是鸡皮疙瘩起来了，哎呀，很恐怖。突然间想到他的婆婆曾经跟他讲啊，遇到灾难就要念佛，尤其是那一种众生比较多的地方更要念佛，众生就无形的众生啦。那他一想，哎呀，医院无形的众生最多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立刻摄心虔诚念佛。那念啊念啊，不知不觉他自己就睡着了，同时那个声音呢也没有了，他就睡着了。好，在睡觉当中，他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一片光明。哎呀，睡梦当中一片光明，这个光明是很亮很亮，而且不刺眼，很柔和。他就很好奇，世间上哪里有这样的光明？这个光明是从哪里来的？既是这么强这么亮又不刺眼啊！在专注看的时候，哎，光明当中伸出了一只大大的手，这是大大的手，看起来好像很柔软啊，而且有一个声音在跟他说，我把你无缘的孩子带走了啊。刹那之间他很用力的要看清楚这个光明啊，听到这个声音更加好奇，对方怎么会晓得我有一个无缘的孩子，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对方是谁。在专注的当中他就醒过来了。真的，他常常想他第二个孩子，就是无缘的孩子啊。那他做这个梦很清晰，所以早上一大早就跟他婆婆讲他梦中的情形。他婆婆一听，嘿，赶快就去拿一尊佛像来给他看，是不是这一尊啊，是不是这一尊啊。原来就彩云佛，跟我们这个佛像是一模一样的。他媳妇一看，哎呀，就是这一尊啊。他没有看清楚全貌，是看到这个手啊，阿弥陀佛，右手下垂嘛，一模一样的手啊，才知道原来就是阿弥陀佛啊。那你看这个人也没有吃素，也没有皈依，也没有诵经，平常也没有在念佛，也不晓得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道理，念的会有什么功德利益效果，通通不知道。他只是因为恐怖这个病房很阴森，又听到好像遗传部的声音，是因为恐怖才想到他婆婆跟他讲的，有什么灾难就念佛啊。那阴间众生多的地方，那个地方更要念佛，可以超度或化解冤结，是因为这样他才在恐怖当中而念佛的。那因为一念佛不久声音就没有了，就睡着了。睡着首先就梦到整片的光明，然后才看到这个伸下来的手，然后才那个声音跟他讲，你无缘的孩子我给你带走了。那带走带到哪里？没有到极乐世界，会到哪里？为什么呢？阿弥陀佛是无量光的佛啊，所以有光明那是很正常的。
那么这一句名号也叫做光明名号，阿弥陀佛的存在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嘛，不然阿弥陀佛何必存在，他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啊？所以善导大师在往生礼赞有一段法语来解释阿弥陀佛的愿心本愿，他说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以佛愿力必得往生。这善导大师解释阿弥陀佛的愿，所以阿弥陀佛的愿他是以他的光明的名号来度化众生的，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本身是光明，本身是光明，同时呢他的名号跟他本体一样，而且也有光明，所以名号就是有声音的光明。那阿弥陀的光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名号，所以光明，阿弥陀的光明跟阿弥陀的名号，阿弥陀的名号跟阿弥陀的光明，它是一体的，它是在一起的，有佛号之处就有光明。所以有这个阴阳眼的人或者鬼神看到南无阿弥陀这六个字，就会看到是整片光明，我们是肉眼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嘛，可是鬼神他看到的不是那个，是整片光明，柔和的光明。这如果大家看我们编的书《楞严感应录》第一集也有，还有我们的随身书第一本《念佛放光》也有。念佛放光大家看过吗？看过的请举手请举手，请举手。好，请问一下我们在座有几十位哈？那看到念佛放光的大概没有十分之一那很可惜，我们后前面有摆很多我们出版的书，其中有一本随身书第一本叫做念佛放光，薄薄几个页，薄薄几页而已务必要带回去看，里面有十几则，一二十则故事，每一则都很简短，大家看把它当作故事看也无妨，而且那个故事都是真真实实的，而且非常精彩的，里面就有记载凡是佛这一个字，尤其是南无阿弥陀佛，对于有阴阳眼的人，有神通的人来看呢，它是整片温暖的这个光明的，可以带来吉祥的，消灾免难的。所以念佛不吉祥的地方会带来吉祥，不清净的地方会带来清净，因此念佛是每一个人最没有忌讳的，他在任何时任何处任何情景之下都可以念，没有忌讳的。那你如果是诵经必须要是佛堂或清净的地方，那持咒呢有的是有一些限制的，只有这一句佛号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我们心的起心动念，永无障碍，永无忌讳。那今天晚上就谈到这里祝愿大家信佛念佛得生极乐。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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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